那么接下来本轮的竞赛，你们就要和身边的小师傅结队共同完成。我们要进行的是冰壶食材争夺赛。冰壶食材。接下来大家需要通过人体冰壶的游戏方式来争夺食材，完成以牛肉、豆腐为主菜的两道创意菜品的制作。特别提醒一下，你们的冰壶要尽量停留在合适的食材区以及原心的调料自由区，但是要当心外圈的黑暗料理食材哦。配菜就在身后的架子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榴莲，榴莲能做什么呀？榴莲炖白饭也太吓人了吧。鱼腥草，这东西真的鱼腥草谁敢吃？哎呦，这个可不行，这个不行。这些食材它们源自于各大高校食堂的，比方说辣椒炒月饼、辣椒炒爆炒橙子、青椒炒火龙果等。我们学校食堂就有苹果炒香蕉。新鲜的食材不需要任何的调味。哥，你这满脸都是调味剂呀！那都，清早起来，我们的小师傅就找到了最新鲜的食材。你们那道菜好不好吃我不知道，反正挺油腻。然后手心手背决顺序，第一个出来的人是最后出。黑白配。我先出去，我最后一个。白配，我倒数第二。石头剪刀布，哎呀，倒数第三。玩了个寂寞。第一轮主材是牛肉，小哥你稍微往后点，咱们从这儿起步就走了。哎，冰壶食材争夺赛第一轮比赛开始。别太劲儿，劲儿大了，没了。我坐坐，沙哥往里坐，解坐。不一定。有。我无能为力呀。白灼牛肉，来有请第二组。停！西瓜炒牛肉。西瓜牛肉。你们做的是黑暗料理吧？西瓜能怎么吃牛肉？当个配料吧，装饰一下也可以。解腻。解腻。朝 baby 那个方向去，你朝 baby 的方向去，哪怕我们劲儿使大了，我们他也有个隔挡。哦，那就使劲儿吧，来，那就使劲儿吧，来。哇，有点太大了，出去了，自己出去了。不会，调料自由，自由。哦，芹菜。哦，芹菜不错哎，芹菜牛肉。哦，可以。恭喜乐队获得芹菜。那我们要什么牛肉比较好呢？你觉得是不是土豆牛肉比较好？我们要自由。哪有自由？中间是自由啊，这中间啥都可以有。哦，调料自由。哦，那么准呐、啊。有戏，有机会。五仁月饼。哎，行了，别动了，土豆可以了，土豆牛肉最好。哦，土豆牛肉好哎。我来个狠的，来个稍微有点劲儿啊。这回有了。折耳根。你没到。你连折耳根都不配拥有。
我们的菜已经出现了，不会有别的干瘪牛肉。一个那头，一个那头，干啥？这真成看大门咱俩是保安呢。弟弟，拱我，拱我呀，弟弟。你可以屁股挪一挪，屁股挪一挪，屁股挪一挪，挪一挪，挪进来，挪进来，挪进来，请教，请教。好，停，橙子，橙子，你们是水果捞啊？西瓜炒橙子，牛肉呢？牛肉是配菜。咱要啥，凯哥？你这样，这样，等会儿啊，别着急啊，我们要走一个弧线球。从于洋和零一中间穿到调料自由，就这样啊，这样一个弧线，看见没？加个赛，加个赛，好不好？咱从这边出发，稍微加点内旋。对对对，稍微给点劲儿。对，稍微给点内旋。对，这样他就过来了。你别旋太多，但是还是要保持那个往前的力量。就一个大弧度啊！你看弟弟踢的一脸懵。悬呐！我们要走一个弧线球。给我抢橙子！你好，没有？你好，还内悬？没有吗？没有。哎。咱们什么葱姜蒜啥都没有啊，你能去吗？你能？我的想法是呢，我把你撞到，你别想这么多了，回头咱土豆也没有，然后我停在土豆这儿，你去自由调料。不过你别碰我，我最起码保个土豆。我觉得搞点有难度的好不好？大家现在都没什么，其实哎，这腿啊坐不住了，快麻了是吧？已经麻了这腿，你往那个白鹿那边推。你这撞我啊？你试一下是不是直的？你快点吧，这腿都不行了，已经硌的。等会儿这样是正，你先试试直不直。他还研究呢。然后你往白鹿方向推，使点劲儿啊。这是跟啥玩意儿啊？我是感谢你的，但是牛肉跟折耳根这玩意儿你不给我，这你为啥不他撞你说跟往前一点的土豆啊？不是我怕取消成绩吗？你原来有成绩吗？我没有，忘了。应该再给我们一轮蒸中间那个调料。行，同意。给一轮，每组推一个蒸那个调料，可以，好吧？来，准备开始。折耳根，折耳根 ，double， 折耳根，注定折耳根。你们是双倍折耳根，双倍折耳根。刚才觉得一份儿咱们味道不太够，咱们再加双倍折耳根。命中注定折耳根，不信命不行啊。走你开。哎，这靠谱。火龙果，还是水果捞。真水果捞啊。西瓜橙子火龙果牛肉啊。咱主菜是水果拼盘，对，主菜的水果，调料自由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，没有了。哎，有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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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盐盐盐，哎哎，西瓜，哎，西瓜。要西瓜有啥用啊？这里头就折耳根味道还对点儿。第二轮的主材是豆腐，还是搭配这些菜？
如果再推到折耳根，我跟你讲啊，咱队就就地爆炸！我告诉你，我已经爆炸了，哥。你要啥呀，师傅呢？酱油。酱油。最好是要调料，咱现在没有调料。来，第二轮，准备，开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，酱油，酱油，我接。土豆。这样，你撞我一下，我拉着你，我们一起去自由。别让他够着你，够着你了之后他破坏，你知道吗？酱油，酱油，酱油，漂亮！酱油，酱油，酱油！哦，这耳根，这耳根。折耳根，这不能算，折耳根，各位，我看见了，折耳根，不要折耳根，完全的，不要折耳根，不要折耳根，完全的，我们都吃出毒来了，都放过折耳根，不是放过我们吧？求求了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个，折耳根，折耳根，你没有自由的机会，没有再来的机会了。裁判确认一下，刚才凯凯停下的位置是哪里？我是自由，我们调料自由了。帅哥，咱也认了，我先跟你们确认一下，你们折耳根还够不够？够不够？来了啊！使劲儿！你别又推到水果上。土豆。哎，土豆有盐。有盐，有味儿。漂亮。可以。哎呀，这个我得排第一。啊？年龄最小。不是。不是的话，那就猜这个吧。我个人感觉啊。这个问题有点得罪人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但是跳舞说是吗？能差不多应该是。哦，这样这个歌应该排第一。真的吗？我那也可以，我可以接受。你万一是一个不太好的，如果这是不好的，他把我放到第二的话，那正常啊。这样揭晓的时候你要表演一下，你会很尴尬。你这样把我和程程颠倒一下，那不行，那你不表演了一会儿。没事，沙溢哥，我相信你的，可以。白鹿排最后，这肯定是一个不太好的吧？绝对是，你还是害怕白鹿的粉丝了。好，这个你肯定喝了。沙溢第一，白鹿最后，这是个啥？这是什么？其实后面参考不大，后面参考不大，撒谎能力是吧？哦，对，有可能，哦，有可能，卧底能力，四个字，三个字，你在干什么？什么？你能撒谎啊？仨字你能说四个字？诚信度，最能骗，最能演，最自律，最老实，最狡猾。猜对一个，醉吗？是醉吗？我猜对了那个醉字，不是这种评价的关系，是自己对自己的认知的。最自信，两个字对了。最自恋。最自恋，沙哥，那我不行，这我不承认。不，我们就猜最自信，我们猜最自信，而且我也不承认我最自信，所以这道题是错误。这道题我应该是猜不出来。
来，那请大家确定一个最后答案。最自信，最自责。可以，那最自律，最自律。最自律，我们的答案是最自律。最自律，正确答案是。啊啊！哎呀，答错了！哎呀，好可惜呀、啊！好遗憾啊！哎呀，我弟弟好善良，把我排最后一个，真的，谢谢谢谢。你这个应该往从后往前排。对，我们正好反着的。对，最自恋。什么意思、啊、那你刚才把自己放在第一个是为了不得罪人还是自己真实的自己？因为我喜欢自拍。哦，但是这个算自恋吗？哎，那就算吧。哦，自己答自己回。我的双簧啊，这是。那你那个应该是那么排，现在这是最自律的排法。最自律、自律的排吧。那很遗憾，大家这一题回答错误了。不仅你受到了惩罚，老沙还要表演一个自恋的。真的？不，我是自律啊。他排错了。你们要喝吗？我觉得我们要。谢谢。这还要跟我们分享吗？希望你在喝柠檬水这一块也自律一些。折耳根需要嚼吗？不用，就喝水就行。折耳根吃了就行。泡了三天三宿的。还行，嗯，好，还挺好喝，嗯，是吗？哦，那折耳根的味道还没泡出来。你这么一说，我有点想尝一下了。折耳根味道很淡，有种香香。不是让你评价的，是不是还挺好喝？不折耳根，没有怪味。你们要不要尝一尝？这几个我不尝，这几个云贵川地区的人，有折耳根的味吗？哎，有。有一点点，但很香。我很吃不惯折耳根的。嗯，是我这个放的比较淡吗？接下来是给小张的最后一题，这道题乃至于世界我都得排第一。给我看一眼啊。也不必跪下看吧。有跪下，这个确实得跪下看，我这样看不到。你一直在看我的脸。谁的痣最多？鼻梁高度，眉毛浓度，这看不出来啊。谁脸最大？谁脸最小吧？应该是。你看，哦，谁的脸最小？不是，我是先看、啊。谁的眉毛连在一起了？没有那么小心眼的人呢、啊。啊啊！我能排第三？你老看我，完不排我，拿你做比较。不是老看我，完不排我，拿你当那个谁最老？谁褶子最多？谁的皱纹最皱纹最深？哦啊，那我排第一个，哥哥。不是不是不是，谁的皱谁？啊！老看我，完给我往后最后排。小张，你真是评价你自己，你老把你自己客气的放在最后，又让我们有点摸不清楚。不是，我看不到我自己的那个，看不到是，也没照过镜子，孩子。不是，我是真的看不到自己，这个我需要对比对比。脖子最粗。哎，我是不是刚才上手了？啊？那还是脖子最长吧，应该是脖子长。哦，脖子最长感觉是很接近。脖子最长，我排在郑恺后边，我不服。啊，哥，你得服，你得服，这你得服。我？你得服。啊、不是，脖子吧？脖子最长，脖子最长。恭喜你们！对，脖子，这四个字都对了，多你一个都没有。脖子最长，真的很难看，这领口都不一样。那接下来你们双方就需要互换角色，然后由小张来猜。他能猜出来吗？哦，这个题目。哦。啊，这个怎么说呀？哦。
是你吧？我只是最自律，其他的都不是罪。我觉得就是你，这必须是我这个。是，我也觉得。我得来，我得来这个。我分时候。哎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大家应该站不下了。哎，这样站不下了，这个位置。确实是。没有我，没有我，没有我。有。我没有我。你排在第一个。没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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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我。有。不是这个这么好吗？这你猜吧，对，没有我承认我是甘拜下风。别不不，你不，我没有，你有，我绝对没有，你绝对有，绝对你有，绝对是你俩，你有的时候绝对是，你绝对有。白鹿主要是收工以后，这什么？我觉得这个。不，你们三个人在第一，对甄媛是一种迷惑。我们不就是要迷惑他吗？但确实，我不知道甄媛的这个量在哪儿啊？量在哪儿？量这有量，这有量。你越来越迷惑了。这个真的是有量的。所以说，下一个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啊？你俩是不是提前真的有什么？哦，这个题目，你俩私自签过什么合同吗？是本期也有卧底，本期也有卧。几个字啊？三个字，三个字。你没有吗？我有，有肯定是有。对呀、啊。但是不是罪？我觉得你跟郑恺，你们俩确实是，在这个节目当中，很多时候触及到了你们的。底线不是心灵的深处。是最爱笑还是最爱哭？妈呀，这俩可大相径庭啊！最爱笑，他在这儿。你说出你的答案。下一个。别老看我，我啥也不知道。信一姐一点呗。信自己。这样吧，第一题就再哭。你的回答是正确的，恭喜。哎。我觉得这把应该老沙喝，说明甄媛聪明啊。干了吧，这玩意儿能喝吗？这玩意儿挺好喝的，这吸管是吧？那是空心。好，缓，别演，快干了。这真的没什么怪味，怎么还到我这干了呢？得透题了。真的还可以。嗯，其实这折耳根味儿不多、啊。有什么感想吗？喝完这，对，再来一个。还有更加浓的吗？去，现在从地里现挖。来，下一轮玩的狠了，不喝了，就直接嚼折耳根，怎么样？来看下一题吧。哦。哦。哦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都给我闪开！啊！我以为是他。他在第二，我俩并列第三。啊！这主要是不太了解。对，就不太了解。不太了解。对。什么？这一定是他只能一个人。没关系，我们也可以这样，最像父，最像父子。不可以。这个没有人能比得过你。这个搭配的很。你不知道啊，你可以在这儿，可以在这儿，也可以在这儿，就是这两位就无法撼动。但是应该到不了这儿，无法撼动。看你未来的发展到底能跟谁是一个 team 吗？最多才多艺的，最百搭的，最百搭，最有潜力的，最值得信赖的，最佳新人奖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那我能当第二，我是真的是众望所归啊。什么最多话吗？什么都安静了。啊？那就这个最多话。你的回答是正确的。
凯哥，你提议的嚼着。你怎么猜到话多的？因为我来之前老说晨晨哥是显眼包。你说你20多岁就嘴这么碎，你说你老了可怎么办啊？人家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睁眼睛，你第一件事先张嘴。来，一人来一颗来。陈白眉被干了，且嚼了，朋友们。啊，这是深这云贵川的人，你不让吃折耳根都不行。啊，好大的！我闻到了，我闻到了，太恐怖了，周深就喜欢这口，就喜欢这狗，啊，就喜欢这狗。程程，我们聊一下你最近都在干什么吧。这是，你这全是这味儿。哇塞！程程。太可怕了，你全是这，他吃完以后这全是。看一下下一题，快。哦，哎呦，你闻着了吗？深深一跑，嘴里全是这味儿。沙哥，快看题，别沙哥了，快。哦，我满嘴都是后悔呀、啊。放一起，放一起，放一起。第一道，陈哥，猜吧，猜吧。真的很夸张，深深。什么？这两个是在下面是吧？没有没有，放不下了，都在上面。这样你肯定猜不出来。如果非要分一个高低的话，非要分的话，我愿意往前排一排。如果非要分高低的话，我在这里。最好看。啊？我。你要说刚才你这个答案的话，我可能已经不在这栋楼里。最团结，确定吗？确定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你的回答是错误的。你吃香菜吗？香菜要吗？香菜要不要的话，咱就拿走，咱就只吃这里的这个。什么？这一群全干了是吧？不是干，不是干，连稀的带。